招呼来，招呼来，快快快！打我一不是要那煮的？起来！哎哎哎，你讲煮的？对不起，要睡门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管。你要煮啊？真的？这你做梦都对不起我是啊！我真的都对不起你，我在家睡一觉，我连要抓都对不起你是啊！那我怎么看见一个小的本来找你的？咋里看见的？啊？你咋里看？我坐好的。我你咋里看见的？你坐好的，不要人。乖啊，你大半夜不睡觉，你要走，是不是着急想咬喇叭拐紧的？你最近做没做对不起我的事情？你睡懵了吧？我说不说遇到几位组技师啊？那我做梦会梦呢？嗯，都你都说做梦呢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平时不要看那些什么破鞋大战的、老公出轨的耽误视频，那些都是些负能量的。我们能不能看点正能量的东西呢？正能量是什么啊？很多东西啊，都是正能量的。什么东西？比如人家结婚啊、结了，都是正能量的。嗯。我不过。那你现在到底要走？原来男人不出轨。嗯，比如欠个钱交上去，哪不管你交出来？还有，你俩一天对象就是旁边一个小兄弟。那我都跟他喷不到，你怕啥玩？你怕了啦？你还要两喷在一起啊？你偶尔就是想要喇叭关心的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嗯，我信了，俺不是那种人。我发现你就是那种人。那你好做梦那么梦到几个？你就是抽了喇叭关心的，懂不懂？不是的，你要想要啊，这样的，我明天打个电话给我丈母娘，叫丈母娘再给你啊吧，啊，我就他俩闺女撤走了。我很生气，我跟你说，乖啊，怎么的感觉特别整人，你不知道，我整不是想让你亲。乖啊，这样的，你要想打我的姐姐说，不要犹豫，老公扛着，你来吧。对吧？你出去上吧。晚上天都凉了，你不要睡。乖，让他睡，我都要累坏了，累坏了。嗯。管了你不生气好不好？可我看你这样生气，我都心疼，真的管啊，特别心疼。哎，我之前就跟你说了，没以后要你探头不能光秃探，懂不懂？没学温雅，学温宁宁啊，别行吗？你是我小花的女儿。好了管，好了管，好了管，不跟你吹，不跟你吹。哎呀，哎，大半夜这个女人好像要疯。又犯病了，哎呀，怎么治了？你都不用放屁，你把我相信你都放个屁怎么的？不要脸，不要脸，真是。